杜甫《咏怀古迹》五首，第二首。遥落深知宋玉碑，风流如雅亦吾诗。将望千秋一沙里，萧条衣带不通时。江山故宅空闻早，云雨方台戏梦诗。最是楚宫驱吻灭，周人指点到今意。这首呢就借咏这个以宋玉为代表屈原的弟子，咏这个呢他经过三峡出来这个长江中游昔日屈原宋玉这个之地嘛，所以遥落就深知宋玉碑了。宋玉这个呢是个狗辩，悲哉秋之遗弃也。当前呢又是这样的景色，所以呢就能够体验到古人那个感慨眼前又是草木摇落，更加知道哦，由草木的摇落看到呢天地的变化，看到呢想象到呢人生的生老病死万物都尚且一个这样的盛衰循环人生又離不開呢個宇宙的規律，所以風流如雅的亦吾詩，呢個以宋玉為代表嗰種風流如雅的文采，亦都係我哋特別係以至到我哋整個後人啊學習的對象。好惆怅咁望下無情的世代，千秋古來一灑淚，禁不住咧覺得。好似陳子昂所謂咧，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怆然而涕下。將望千秋一灑淚，蕭條二代不同時。感慨相同，但係時代唔同，或者可慨生不同時。但係雖然生不同時，但係透過呢個咧文學，我哋就可以同呢個咧古人同一個呼吸，分享咗、回應咗、共鳴咗佢嗰種感慨。眼前所見到江山故宅，同樣是這樣的藍天白雲，同樣是這樣的蒼松翠柏，同樣是這樣的江流一去不回。現在眼前這個據說就是說宋玉的舊時住過的地方，江山故宅，即是憑吊古蹟，中西都有啦，去到這個有些呢你譬如說國家上軌道，那些人保存得好，莎士比亞的故鄉，旅遊勝地，大家有很多著作，當然好啦，如果呢國家多難，歷史多變化，而且呢千百年前連的現在呢都有時或者無可考究，或者呢不管如何究竟都引起所謂思古之幽情就夠了。江山故宅空文祖，那個空字用得真的不簡單，一切是實在的，你說虛空呢？你說是虛空的，眼前就實實在在有這個故宅，有他的歷史文獻，他的作品又明明在這裡。你說實在的，那個人又去了哪裡呢？如果人生一定是有生有死的，那生存的意義在哪裡呢？
啊，啲作品傳流後世啦。咁呢個生呢、這個去世嘅古人啊，佢究竟知定唔知咧？嗱，古人係咁，我哋現代人何嘗唔係咁咧？我哋現代人嘅作品，好似我杜甫自己咁嘅作品，會唔會傳流後世咧？啊，將來嘅人聽唔聽到我嘅心聲咧？聽到又好，聽唔到又好，我知定唔知咧？哦，呢一串嘅問題你都可以想像到。所以咧，一切都好似又係虛空嘅虛空，一切都係冇法子實際把握，只係一個咁嘅想像，只係一個咁嘅希望，一個信仰。但係人生就係如此啦，在虛虛實實之間。所以咧，你睇佢用一個字都好多嘢可以俾我哋想像。江山故作空文祖，好多時候咧，第五個字咧啊，佢似乎咧係啊，實在係千錘百煉嘅，用一個字都唔簡單。你用第二個字就冇咁多嘅韻味。但係眼前雲雨方台啊，起夢思。眼前呢個地方又係三峽，又可以想像昔日咧古代嘅傳說，話呢個咧楚襄王嚟到呢度，慕高唐神女咁啊。依依識別之時就問佢嗰個楚王啊，啊幾時可以見到你啊咩咁啊？嗰、那個巫山神女話：哦，我朝頭早就係天上飄飄嘅雲，黃昏之時就係咧濛濛嘅細雨，你時時都見到我㗎，朝朝暮暮就喺巫山之下咁。以前李白都有一句啦，係雲與巫山枉斷腸，雲與方台。眼前有一個咧荒落咗嘅昔日咧，可能楚王嚟呢度遊歷啊，嗰個咁啊，經過咗歲月嘅洗禮，而家就變咗殘破咗啦。眼前就實實際際有呢啲古蹟喺度啊，咁但係如夢如幻啊！這個、呢個咧係雲雨方台嘅故事，豈止係夢裏嘅相思呢？現實嘅人生不斷咁重演啊，當時嘅傳說究竟係疑幻疑真，有幾多係真事，有幾多係後人嘅附會咧？我哋都不必。亦無可深究，總之咧就係藏著呢啲咁嘅古代嘅作品，眼前嘅景色就勾起我哋無限嘅回憶同埋共鳴。江山故作空文祖啊，雲雨方台起夢思啊，最是楚宮驅吻滅啊，最可感動人，最可悲嘅，亦最可無可如何咧，就係、是、啊昔日。曾經美輪美奂嘅，曾經咧衣香鬓影嘅楚國嘅宮殿，而家咧啊啲遺跡都歲月無情啦。等於我哋啊，如果去歐洲啊，如果你熟歷史嘅，咁有多好多感慨。你去到希臘睇嗰個咁嘅巴獨龍神殿，咁啊想起哦昔日雅典巴斯巴達盛時呢啲地方如何如何咧咁啊，去到羅馬睇到個鬥獸場咁啊，嗰時又點咧？好多嘢都係咁。文與方台起夢思，最是楚宮驅吻滅。到到呢個時候，嗰啲撐船嘅人咧，舟人啊，即係等於我哋現代人啊，坐住架的士去遊覽，嗰個的士司機如果健談嘅，或者有旅遊責任嘅，就同佢話：啊，嗱呢度就舊時個乜乜乜乜地方啦，咁嗰度就咁啦，咁啊，你真係信下佢嘅咋？係未咧？咁總之大家都感慨啦。啊，舟人指點啊！到今而啊，有好多嘢都係據說傳說嘅啫，古今都係啦。有咩證明啫？啊，呢度就某某著名人生前喺度點點點點點啦咁。你估當時係有手機影咗佢啊？冇㗎，喺度咁傳嘅啫。所以到今而啊，但係唔緊要啊。呢啲啊，俾啲考古家去求證啦。人哋普通一個遊客或者本身有一個私人嘅，總係滋引起嗰個回憶就算啦。啊！忽然我哋聯想起啊，同而家我哋而家講起七律，但係最出名嘅啊，後來宋代啊呢、這個超級文豪蘇東坡啊，佢最出名啦，赤壁埋骨，故里西邊人道是，三國秋郎赤壁。呢、這個佢又係聰明嘅地方，佢又唔係做歷史學家，又唔係去考據，又唔係去發掘。有時總之話呢度叫赤壁，佢大概呢度黃州赤壁同呢個咧赤壁之戰嘅地方，未必係需要同一個地方，但係總之個地名差唔多，環境亦差唔多，夠咯。人道是啊嘛，係咪啊？呢度就指點道今兒啦啊！呢個咧神話傳說代代流傳，幻而有真，冇問題啦啊！咁啊，但係近代佢冇講明啫。杜甫的時候，明王貴妃重色輕國，眼前就是這樣。原來千秋萬世人性人情差不多，昔日楚襄王和神女
咁又係男歡女愛，又係如夢如幻。啊！一切成為過去，但又未成過去，後人咧又仍然喺度指指點點，喺度咧係詠嘆感慨啊！呢啲咧都係啊詠懷古蹟嘅一種內涵，同埋咧引發我哋後人嘅一種係思考。